谢大王，文太师，老臣在。太师不是一直跟我说想拜见一下王后，如今王后就在这里，你还不来拜见？大王，久闻文太师法力高强，骁勇善战，战无不胜。 乃是我们殷商的大功臣，所以臣妾想当面谢谢文太师，辅佐大王您。好啊，那是应该的。去吧。文太师，多亏有了你，大王才可以无忧无虑地统治这个江山。妲己在此，向你道谢。王后不必客气。 老臣只是尽职尽责。奇怪，怎么有这么重的狐骚味儿？莫非王后是由妖孽所变？啊！好疼啊，太师！太师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快放开王后！ 说，你是何方妖孽所变，前来于此，迷惑大王，妖言惑众，设计刨落之行，危害殷商忠臣，让比干和姜王后死于非命。太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我不是什么妖孽啊！至于你刚刚说的，是他们忤逆大王，要害死大王，是他们罪有应得。 大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，太师，王后所言句句属实，一切都是由他们咎由自取，与王后无关啊。问太师，王后绝对是一位贤良淑德之后啊，又是冀州淑户之女，而且是微臣亲自举荐的，我敢担保，王后绝非妖孽啊。是啊，太师，您很久不在朝中。 您是不知道他们做的有多过分呐！住口！你们两个跟在大王身边，没有督促大王，反而说三道四，使大王不辨是非，竟然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等我收拾妖孽之后，再来收拾你们两个。滚开！大王，好，你说你不是妖孽，那比干丞相之事，你又该怎么解释啊？ 老臣从未听说过，人得了心痛之疾需要吃人心才能得以医治。你说，你不是妖孽所为，是什么所为？太师，那时候我得了坏心症，心痛得快要死过去。国师说我要吃了七窍玲珑心才可以治愈，可是那七窍玲珑心只有忠臣胤实才有。情急之下，大王为了救我，才没办法下旨让比干挖了自己的心。 我也不想的，哼，简直是强词夺理。太师，王后说的没错，所有的命令都是本王下的，跟王后无关，她是无辜的。大王，老臣恳请大王切勿再被这妖孽所迷惑，待老臣现在就让他现出原形。 王后，文太师，你居然敢如此对待王后！虽说你有先王宝典，但共一样治你的罪。大王，大王，求你不要治太师的罪。太师只是误会了臣妾是妖孽，所以才这样的。 太师这么做，也是为了要保护大王，所以大王，你不要，不要！王后，王后，稳住！若王后有什么闪失，我绝不饶你！退朝！
姜子牙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只要你愿意娶我，我就把你身上的迷情花毒给解了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就算要我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成亲的。既然这样，照时间算来，你的迷情花毒应该已经渗入你的肺腑了。姜子牙，既然你不答应，看来你只能在我这里做百花仙谱的花肥了。啊！师叔，你这个妖女，竟敢害我师叔！原来你是姜子牙的师侄啊！哼，你师叔的法力这么高深，都中了我的迷情花毒，就凭你这个孩子，能有什么能耐？好啊，那你就试试看啊！好。现在才知道啊！哪吒，我撒的花粉全都有毒。你现在已经中了我的花毒，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没命的。真的吗？你不信，我数三下你就会一命呜呼了。一，哪吒。二，三。你怎么会没死？我为什么要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最爱闻这种味道了，我一闻到啊，我就觉得全身好舒服啊。百花仙子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哪吒他的身体是金莲花和玉莲藕的莲花化身。怪不得他不怕我的花毒。臭妖女，你没招了吧？这回看你爷爷我的。臭妖女，算你跑得快，要不然啊。哪吒，哎，师叔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哪吒，我没事。对了，招娣他们呢？师叔母和武吉他们全都去冥界了。冥界？差点都尿裤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冰城，哎呦，真没出息！师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咱们在这儿绕了这么多圈，结果还是绕回来了？我也发现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后面。影子，哇！哎呦，是你们俩呀！哎呦，真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真是的，真是的！哎，木家，现在你我都在这儿，金家、木家也在这儿，那小妹呢？小妹！
在这里。啊！鬼啊！哪有这么漂亮的女鬼啊？哎，小妹你，哎呦，你趴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我刚才偷偷的观察过了，咱们几个在这里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根本就没出去过。哎，对呀，是啊，咱们走来走去，怎么还在这个地方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！我知道了，肯定我们身边有鬼。去路，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们。相公啊，你快来救我们呐！相公，相公，马姐，马姐，你别再叫了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五妈呢，怎么办呢？对呀。哎呦，五姐，你干什么嘛？你们两个又怎么了？蒋夫人，后面。